其实猪皮冻现在我已经非常接受了。那天录完之后，然后被强行塞进嘴里的几块，然后觉得还哎，其实没那么难吃，还挺好吃的。然后最抗拒的食物应该是木耳吧。出摄影集，嗯，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打算，但是其实，首先是那个图片质量不太达标，对于我来说，然后再其次是有一些版权和肖像权的问题，所以不能乱想了。喜欢雨天，因为可能在北方，然后下雨比较少，所以每次下雨就觉得心情特别舒爽，而且听着雨声特别适合去窗边把那个窗户打开，然后让雨打在脸上，然后睡觉。喜欢宅在家。其实会看。喜欢粉丝叫什么都好啊，其实就不要骂我的名字就好了。我之前说养猫要叫贝贝、晶晶、欢欢、莹莹、妮妮，那随便，不知道现在想，叫汉堡吧。我觉得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，想就是去录音室录一个版本出来。去西安必吃的三道美食：凉皮、肉夹馍、胡辣汤。上学是干过最好笑的一件事，那可能是当时偷偷把那个无线鼠标带到教室里面，然后把那个无线鼠标的那个 USB 接口插到老师的主机上，然后自己在课桌里面操作无线鼠标，然后老师就说哎，这个鼠标怎么不受操控啊。但是不建议大家学习，就是我也有不懂事过，所以大家不要乱学。有什么护发心得护发心得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就是家里面基因是不太容易脱发，然后所以可能也没有特别管理过。最近循环播放的一首歌，Unintended Muse 的修图教程。其实我觉得自己的修图水平还不足以可以支撑我出一套修图教程，所以可能等到10年以后自己真的学得很好的时候再考虑吧。最重要的一步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把不和谐的色彩调到和谐，就是有一种叫HSL 的东西，然后就是你可以把它通过那个东西，然后把不和谐的色彩变成和谐的色彩。一个人荒岛求生会带荒岛求生的话，我可能会带一些捕猎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帐篷，还有驱蚊的，就是比较就是现在想是比较实际的生活化，就是必须要用的东西。昨天晚上的微博就是我自己发的。每天出门之前花多少时间？花可能花两三分钟吧。就是其实你看到一件衣服，就会迅速联想到另外一件，然后其实就一套就打好了。最想变成什么动物？我最想变成变色龙。微信头像，我现在微信头像是一个就是 QQ 表情，然后是这样。一个就是那个咧嘴大笑的那个表情，然后拿了一朵玫瑰花，就特别傻的一个表情包。微信上最常发的一句话，可能是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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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样，还有什么今天也要热情工作呀这种。可以在线给粉丝吹一段彩虹屁。在线给粉丝吹一段彩虹屁。不行，我已经没有了彩虹屁这个技能，怎么办？